我觉得我应该不适合开始任何一段。我明白你的意思。I cannot miss this flight. I have a passenger emergency. Any available flight to Brazil? We have one available. 为什么我还是这么的难过？有时候跟你相处，真的很难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亲密。My mother, he just passed away. 我真的尽力了，可是还是来不及。尽力了，那就够了。我想要跟你解释六个月前的事，可以吗？Hello? Hello, is this the relative of Madam Chow? Yes, she's my grandmother. Who is this? Sir, this is the Bedok South Police Station. We found your grandmother wandering along the PIE. Can you come and pick her up? What? Okay, I'll be there as soon as I can. 之后我发现奶奶她患有老人痴呆症，情况也会慢慢恶化。一开始没回你的简讯是因为情况紧急，后来想要回的时候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小时候都是他照顾我，现在他也只有我可以依靠了。我那时才发现除了工作和奶奶，我不会有多余的时间了。我的简讯打了又停，停了又打，不知道多少次。Bedok South Police Station. 最后还是没有发出去给你。我本以为不要发出去就不会伤害到你，没想到结果还是。如果你早一点让我知道的话，那我就不会一直误会你了。真的，你有时真的很像个木头。不过我就是喜欢你这一点。Claudia. Oh, hi Karen.I just heard that Mr. Mateo is really grateful for what you and your team did for him. Well done. Thank you. See you. See you. Please sit down. 休息室最有名的矿泉水。谢谢。刚才 Karen 过来找我。说我们处理 Mr. Mateo 的事做得非常好，替你开心。那明明是你的功劳，要不是一开始你去主动了解 Mr. Mateo 的情况，我们也不会知道要做些什么。好了，不要推来推去了，等一下一起去吃午餐，我请你。好啊，不过我还有事要先去办。什么事？拯救任务。待会儿见。Aaron， 哎，你怎么会过来啊？来找你啊！你呀，晒得像烤肉一样，可以拿去喂恐龙啦。怎么样，在这里工作还顺利吗？除了很想你之外，跟这个团队工作很愉快，园艺部门的人都很有趣。这个项目也快完成了，你适应得很快嘛，那就好。嗯，来，我不在地区，你会想我吗？我都忘了，你现在有世家，就应该不会想我了吧？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喜欢人家就约他出去啊。没有那么简单，简单的东西总是被你想得变复杂。对了，买了一个礼物给你。不要转移话题。所以礼物不要咯。哎，我要。360度全方位保护，顺便还可以用来保持安全距离。我看起来帅不帅？不怎么样。不过在这里应该不会有什么人看你的、啊。我要。那是施加给我的水。这个是施加给你的水，叫我们喝多一点。对了，
我还有事，我要赶回去。你要去找机器人啊？My babies. Mike, what happened? Are you okay? Forget about me. Help me with my plants. Okay. Okay, let's go. Thank you very much, John. You're welcome. Is your arm okay? Yeah. These plants are all part of what I've done. Nothing about you? Yeah. I hope they're fine.听说你救了 Mike 的宝贝哦。我只是碰巧经过而已。 Mike 说他很感恩，说幸好有你在。对不起啊，又错过了我们的约会。没关系，你有通知我啊。不过我们好像没有吃饭的缘分哦。晚餐现在我请客。哪里啊？好美哦！你是什么时候安排的？这是商业机密。没想到你也挺浪漫的哦。对了，我帮你点了你最喜欢吃的三文鱼。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三文鱼？快吃吧。不知道哎，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没有好好想过这个问题。我喜欢在这里工作，也喜欢这里的同事，大家都是全心全意为乘客解决所有出行的事宜。当然，也有压力大的时候。不过，可以给乘客带来安全感，使他们的旅途顺畅安心，我觉得挺有意义的。干嘛啊？没有啊，但是你好像每道问题都有标准的答案。食物好吃吗？嗯，好吃啊。嗯，但是如果有甜点的话，我们现在赶过去就应该找得到甜品吃。所以今晚的晚餐是谁安排的？我真的不能说。应该是你好朋友。你一整晚拿着那包东西是什么来的？你很快就会知道了。闭上你的眼睛。不可以偷看哦。好。好了。哇，好可爱哦！啊，这是我送这个礼物给你，是有原因的。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一起工作，我就一直觉得你很像玉成。我很喜欢这份礼物。真的吗？真的。我也很喜欢这第二个第一次约会，谢谢。哎，你的好朋友。奇怪，他怎么在这里？前任老板们，
太给面子了。怎么可以错过？恭喜啊！谢谢。我们后面有准备食物，你们可以去享用。我要吃 ice cream。好，奶奶，我陪你过去。这条回家的路上，有着陪伴我们的战友，所以并不孤单。Hi Mike, how are you? Thank you. What a space. It's beautiful, isn't it? 有一天，我们会一起找回那烦人的夏天，温暖和希望。